谁是我谁的难道高。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，我们又见面啦，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空中主日学。愿上帝祝福你们每一天都开开心心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咯。敬拜前我们一起来进行小活动，听遍单双数。小朋友知道什么是单数吗？单数就是13571333753，双数就是24681628。接下来活动要开始咯，当你听见单数将左手举起，听见双数举起右手。12、13、90、16、17、55，最后一轮我们加大数目哦。88、105、103、108、74、81、707、655、1090、198。听遍单双数大家都成功了吗？天气炎热，记得多喝水哦。
此停留。发出声音，唱一首歌，让世界倾听，让世界倾听。手握着手中有温暖，我的精彩都是因为出拥抱不放手，为爱流泪，为爱而伤，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。爱里没有孤单，没有惧怕，放下自己独自一面人，大胆相信，没有保留，因为爱里小朋友再次回来我们的信息分享。那我们这周要从约瑟他被卖到埃及过后发展的一段奇妙的旅程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信息分享吧。有一个埃及人，法老的内臣，护卫长波提乏，从那些以实玛利人手下把他买去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凡事亨通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，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。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耶和华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。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管。约瑟原来形貌俊美，约瑟主人的妻子常常向约瑟抛媚眼，想引诱约瑟。约瑟对他主人的妻子说：主人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管理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？后来主人的妻子天天对约瑟说话，约瑟却不听从，不与他有任何的接触，
也不看他单独在一处。有一天，约瑟进屋里去办事，家中的人没有一个在屋里。主人的妻子就拉住约瑟的衣裳，约瑟急忙把衣裳撇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面去了。主人的妻子看见约瑟把衣裳撇在他手里跑出去了，就叫了家里的人来，对他们说：哎，你们看，这一个希伯来人来到我们这里要戏弄我们，他到我这里来要戏弄我，我就大声喊叫，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，就把衣裳撇在我身边跑到外面去了。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身边，等着他主人回家，就对他说：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竟然要戏弄我，我放声喊起来，他就把衣裳撇在我身边跑出去了。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，就发怒，把约瑟拿住下在监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，等十年。埃及王的司酒长和司膳长得罪了埃及王，法老就恼怒，把他们拘禁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。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，约瑟便伺候他们，他们被拘禁了一些日子。有一天，两人同夜各做了一个梦。到了早晨，约瑟到他们那里，见他们甚是愁闷，他便问法老的两个内臣说：哎，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？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解。解梦不是神的事吗？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司酒长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。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，树上有三根枝子，一发了芽就开花，并且上头一挂一挂的葡萄都成熟了。法老的杯在我手中，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，将杯递在他手中。这梦的讲解是这样：三根枝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，叫你恢复原职，你就要照先前做司酒长时的惯例，一杯在法老的手中。司膳长见梦解得好，就对约瑟说：我也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，最上面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，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。这梦的讲解是这样：三个筐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法老必斩你的头，把你挂在木头上，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。到了第三天，是法老的生日，他为众臣仆摆设宴席，把司酒长和司膳长提出监来，使司酒长恢复司酒的职位，却把司膳长挂起来。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讲解的。我们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，那小朋友刚才有没有专心听呢？老师现在要准备几题的题目给小朋友来回答，那请小朋友回答之后呢，把答案发到我们的这个父母群里。第一题，约瑟被谁买下？第二题，主人的妻子要与约瑟一起做坏事，约瑟怎么办？第三题，酒正梦到了什么？那是好梦吗？第四题，膳食长梦到了什么？那也是好梦吗？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我们这首的信息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个星期再见，拜拜。Thank you.